到希腊了。好，我们现在人就是位在这个圣托里尼这个小岛上。呀，我好紧张啊！等一下我要骑在马上然后一个人。哦，我现在已经在马上了。我现在发现呢，我的肤色呢已经黑了，你们看到吗？看到没有人愿意载我们？来了，来一台车。Hello， 大家好，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既然团购社团开张啦，在里面我们会推荐好用、好吃、好玩、高 CP 值、超优惠的各种团购资讯，都会公布在金安的脸书团购社团里面，让我们团聚在一起，千万不要错过喽！那我们影片就开始啦，我们要去希腊了，飞起来了。我们的伙伴呢？哎，我的名字哎。Hello。希腊了，而且超简单入境的，超简单，就直接进来希腊。还是因为我们从米兰过来？不是，划分真的不用护照，真的假的？然后我们现在人就是位在这个圣托里尼这个小岛上，然后其实希腊的都市呢是雅典，那我们这次选择这个岛上度假。耶、yeah, ，我们到了我们的要住的地方了，小巧可爱，叫做欧雅，我们的民宿。那我们就要下去了，这里超可爱的，好可爱的房子哦，好像那种企鹅的家哦，有小闸门，这是我们的 swimming pool 哦，可以在这边游泳。然后带大家逛一下我们的房间，噔噔，映入眼帘就是我们的客厅啦、啊，然后有餐桌，然后有很多餐点，这边呢大家可以就是听到这边可以点餐这样子。我刚刚看路上好像真的吃的偏少，然后水果，然后还给我们一个酒，这是什么酒？差不多，这是送我们一瓶酒。看出去的风景了，超级美，风景就很漂亮。有一个厨房，它的这边的设计都是圆弧的，好可爱哦！我喜欢这种家哎，超舒服。看这边，好贴心啊，还有半餐具。我们在这边可以自己料理耶，像杯子，哇，碗盘都应有尽有哎。好，这侧就是它的厕所，厕所是绿色系的，第一次过绿色系的厕所，那种草丛里面的感觉，超绿。带大家看一下主卧室，超 Q 的，空间真的超大。看出去就可以直接看到客厅跟那个餐厅，有没有超用心的一个天鹅的一个造型的毛巾。那你简单介绍，我们这是在圣托里尼住宿的地方啊，就是这么的臭。我现在在泡在池子里面，水是热的，超舒服的，不就是温泉的，好爽啊！噔噔，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现在刚享受完民宿，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一个附近最近海边，叫做什么 ？Columbus。然后我们现在想说要搭公车去那个海滩，但是我们现在呢一直走，没有公车站牌，所以呢我们现在想说使出一个这样子的方式，这样看到没有人愿意载我们？来了，来一台车，要不要试试看？好，来了。哎、欸，这车太小了。哦，好吧，这是什么？哎、欸，这个它停下来了，这样没有问题。哎是为了你这个手势吗？哎、欸，有一台大台的车，这势必是可以坐的。好，再比一次，快点。最后一次哦。你这，你 do the same like us。他刚刚司机大哥跟我们比了一个这个，然后没有停车。我觉得我可能不懂在这边。真的吗？跟你讲，来这边圣托里尼，我建议大家要租车，因为要去哪里都比较方便。是啊，这边都荒岛以外什么都没有。哎、欸，我们发现海滩其实没有那么远，我们走一走就快到海滩。这边的乡间小路你看很可爱，对不对？都是条小小的路，这样子的门，而且他们的房子都是那种圆弧状，就很 Q， 就是这种样子，很 Q 的房子。耶、yeah, ，我们走很久，终于看到公车。好了，他会等我们吗？他不等我们了，他们走了。哎、欸，还是我们租这个啊？嗯。那走一点吗？对。这一台小的，对不对？真难过，我现在又没得车租了。这是一个一波三折的故事啊，所以大家来之前得先预定好东西。接到车了吗？没有，他直接载我们去。真假的？可是要付钱。我是，可以吧？可以啊。哎，有人带我们去，这样我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一直搭十一路公车，好远呢，这么远。我们已经到了。这边租一个阳
闪了，要20欧。但是我好想睡这个床哦，会很快很舒服。有个躺椅，我躺在上面。哇哦！哎，看这边。躺椅吗？太臭了，你看那个杨大杨伞，海边有人帮忙叫车，他们叫一个G58搭车，看那个海真的超美，你看我们的夕阳已经慢慢落下，超美的，它这样射在海面上，现在的海的颜色跟天空颜色不太一样。现在呢在找餐厅，找到了一家餐厅，哇 ，more people。So cute. Mediterranean, Mediterranean. 这是沙拉，然后非常多的这个饼，这个饼在这边好像很有名哎，这每个地方都有这个饼。像饼哦，发芽门沙都是那种硬块一块，然后那种节瓜，就是不是生菜特别多的，然后还有附这种起司的大块，这样菜吃的蛮好吃的。里面包的起司，上面这是甜甜的饼，这是蜂蜜。好帅啊！好好吃，偏咸千层派，它里面确实呢，外面包是那种很酥的饼，它其实是那种咸的起司。这个饭里面听说是有番茄、牛肉，然后跟米粒，超好，它超多东西的。埃及有这种菜，有这种菜，它真的是肉酱，然后夹意大利面。我发现他们薯条都是这种切片状，就是那种扁扁长长的。这是马铃薯。Your friend now is drunk because she drink a cup of beer, even a full cup. 你信不信？不信不信。第二天我要去骑马，我现在呢要去骑马，然后现在骑马呢一个人是100欧。这边的骑马很特别，是那种可以在海边上走的那种，它的悬崖边。我超期待。那我们骑马的地方，它是一个 bakery 店，这就是我们等一下骑马的那个看板。哎，我觉得他们的甜点，这个土耳其，这是 Egyptian snack， 就是埃及甜点。如果他们的食物都地中海食物，很相似。另外一个都有试看。可惜。哇，我们的面包。我想吃它那个球。太甜。Farina 是面粉，然后放在那个很甜的蜂蜜里面浸泡一下，就变成糖油混合物。这个很像葱油饼的感觉，然后包那个菠菜，我觉得吃起来味道还可以。哦，这个蛮好吃的。好，我们等一下吃完早餐之后呢，我们就要去骑马了。再帮我吐风扇。哎，我们现在已经来马场了，然后呢，我们现在戴好帽子。好紧张哦！等一下我要骑在马上哎，然后一个人，应该会有人带着我吧？然后我们就会把这样东西放在这个袋子里面，然后他们就带这个。对，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马，看一下我正前方就有一只马在那里，超美的，是白色的。天哪，好高哦！从来没有骑过马，这是我的第一次。Is anyone left beside？ 你要帮我翻译，不然我听不懂，我出事。Too relaxed or too strict? Just have a strict position like this. Then our feet need to be this far in the stirrup.Not way too far inside because then it cannot kick. Not way too far outside because it's slip out. 好，就这样。不要怕，不要怕。是往右的话，我是往右。那怎么拉？因为它稍微在一直线走，它的马自己会自己走的。可是骑这个马会怕哎。不会啊。怎么骑啊？是它比较就前面。觉得很紧张，但我第一次骑马就给我自己骑这种马，就是没有教练拉着的马。哇，我现在已经在马上了。可以看一下我在马上。等一下右转是拉右边，左转是拉左边，然后停止是一起拉。他走了，好可怕哦！他动了，阿爸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它有按照路线走。看一下风景，哎呀，就是跟着这个一条线走。哇，来到一个悬崖，在凹槽的地方。你看，真的超美的。我觉得坐在马上不是很舒服，一直震动，就这样，震动感超可怕，屁屁超痛的。哇。超美的，我在海边。我要去踩踩水。我们在这边停留，然后拍了很多张的照片，超美的这里。你看，还有妈咪，超可爱 ，so cute。我在尿尿。
Oh my god, so cute!马已经骑完了，我跟你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超级酷。然后我的手就这样磨受伤了，因为我那只马真的很失控。Thank you. Thank you. Bye. 啊！啊！哇！哎！来，你拎个什么？哎呀！然后回家之后呢，我整个大腿内侧都淤青了。就如图这样，超级黑，而且很痛。我们来到这个海滩，在这边。那个餐厅好可爱啊！在边租一个阳伞要20哦。哇，第一个海景位置最棒了。哇，好美的海景，这是我们的位置。我妈拿游泳圈。I'm finished 。OK， 我叫阿爸，我去跟娜迪亚游。我在这边晒太阳就好了。我不要，我会怕，我会怕 ，I'm scared。天哪，我不会很闹，还是没有下水。现在时间是8:39，来喝一下他们附的这个酒，配着夕阳。哎呦，大家早安！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就是我们饭店附近他推荐的一家早餐店。这边狗白天的样子，有哎，有 coffee 吧？哇，这风景超美的，吃早餐的地方，哇，超美的，这景超漂亮。我们的早餐来了，这样子是12欧，其实都是 bread， 都是面包。我们买到是甜点吧？它的果酱有这个，然后再来一个欧姆蛋。我们现在来到蓝远顶教堂的这边，这边就有很多那种小店，可以在这边坐着，然后看着海景喝咖啡。这边有很多小店，然后我觉得超可爱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嗯，还有很多餐厅。这个蓝顶教堂真的太难找了，我刚刚找了好久才找到。大家搜寻的话 ，Google 要打一个东西，打这个 Santorini Palace 对面这个旅馆。哇，很难找，我们刚刚找超久的。哇。就是长这个样子，不知道突然有个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们刚才这边呢拍了很多照片，超美的。等下带大家进去逛一下，今天长怎样？好漂亮啊！你看，我们可以在这个 swing 没错，还可以在这边看书，超 so pretty。哇，超美的。嗯，这是我们的房间。Please。哇。咖啡，哇！这是我们房间里面有那个有池子，天哪！给大家逛一下，哇！这个是开放式的，这是没有门的。他的厕所，还有另外一个房间是我的吗？哇，我终于有自己一个房间，超大的，这是民宿超好的，有两个房间。OK， 我现在上船了。超扯的，我们刚刚回来之后，还有那种小粉丝，我快饿死了。那种小粉丝在当地也认识了这个男生，他说呢要带我们去体验希腊的夜店。
早上一起床，早餐就放在了家门外。然后呢，还有生菜培根蛋吐司，还有很多的果酱、希腊优格，这样这个麦片的超级好吃。昨天夜店很好玩，你觉得这边夜店跟那个意大利的夜店有什么差别吗？差不多，差不多那种感觉。其实这比较简陋。啊，还要吃什么？吃饭，那你看得到这条路吗？就是这个圣托里尼的乡间小路，就是这么的黑，就是蛮恐怖的。可是你们看一下天上的星星，超美的。但是星星是漂亮的，但我不知道你们透过手机看不看得到。没想到我们走一走，这片天就突然开雪啊！黑暗的小海边也是蛮漂亮的。你看月亮有没有？那个是月亮哦，这个是月亮，好美。反正旅馆的老板有推荐一家餐厅，好像是在前面。纳迪亚呢，真的很久没吃鱼，所以他看到鱼整个受不了，他就马上去称了一条鱼。后来你们知道吗？这条鱼将近要3000多块，反正账单呢，总结是7000多块台币。早安。今天是第四天了，今天是第五天了吧？明天我们就要回去。我已经晒好。这是我们的早餐，哇，然后很多也是一样很多的酱，然后今天的甜点是好像巧克力吧，然后它都会有柳橙汁跟咖啡。突然发现前几天抽血完，手的淤青呢更严重了。熊熊发现自己活像个《阴尸路》里面的僵尸一样，大跳埃及舞的埃及男友。快点！因为我们明天要离开波利尼西亚，不是？在哪里？咖啡。然后。靠背，没有早上飞机的关系，所以呢，他就把早餐都帮我们放在冰箱。我觉得这家的房间服务超好的，就是可以等一下吃了，然后就这样子，因为我们明天要走关系，也很推荐大家可以订这家饭店哦。是，我现在发现呢，我的肤色呢已经黑了，你有看到我手因为抽血，所以有点。哦，你看我的肩膀黑了，我的脖子黑了。超黑的，莱西亚真的很晒，我的手。大家要注意莱西亚要防晒。现在时间呢是晚上8:30，你不觉得很好吗？就是他们这边超晚天黑的，就8:30也可以天这么亮。好啦，最后就用夜晚的饭店跟大家告别啦，西亚的旅程呢就这样结束啦。那大家也期待一下，我下一支影片会去哪里玩吗？